潘玮柏知名的流行音乐歌手，一个开朗自信阳光帅气的大男生听到这个消息，有些意外。潘玮柏的曲风多以简单明快为主，比如快乐崇拜、壁虎漫步等等，其实跟他的成长经历应该有一些关系。他从小生活在美国，多半受到那边文化的影响，很多人很喜欢他的歌曲风格，每每唱起了都能给大家带来动感、能量、快乐，而很多人也从中找到了希望、梦想，一直追逐着他歌曲里面的简单快乐的元素。潘玮柏这两年也热衷于综艺，参加了不少的综艺节目，比如和吴昕参加的《我们相爱吧》，两个人组的 CP 照实让大家吃了不少狗粮，很多人也真心希望他们在一起了，不过现实可能并没有那么的理想，可能是累了或者想轻松一下。潘玮柏突然说有可能退居到幕后音乐，不一定要在幕前，不介意去幕后，而他也说搞不好明年就突然公开宣布我走了与剧中，听起来很伤感。对于这样的决定，网友都表示不舍，很多粉丝肯定会为他惋惜，如果他真的退居幕后而听不见他的歌声，一定是一大损失，粉丝会难过很久吧。不过也有网友表示顺其自然，尊重他的选择，无论他在哪里